我自己觉得，我医生这个做这个做了一个学问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说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哈，我这个就是今年初吧，今年三月份，我太太替我在这个《明报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怀念恩师马少京先生，我还要全了一份给你看。没有啊，我这就是前两天全给你的。哦，对，我也全看。这个马老师的是我那个中学的老师，怎么样？那我觉得是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香港的科学不算是很先进的地方。那然后因为我的老师，我觉得说是一个，他这个教学有方，这个我最近也写了一个，我最近有另外一位老师，中学老师这个要九十大寿，我特别提了这个一对对联就送给他，就说是那个诲人这个无倦，这个下面呢就是那个。这个育才有方，这个说是那个我对我的老师的，这个非常那个尊重，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么穷苦的社会里面，在我们那个科技，这个我们那个西方对西方的了解，就是说是那个差得那么远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把那个数理，把那些科学教给我，我发现，因为我有了那个那么好的那个基础。那老我才说来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竞争的这个，这个如果不是我老师的那一代人的这个努力呢，那我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这个跟这个别的同学可以竞争的这个，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尊师重道这个，这个事情呢，我倒是有这个很深切的一个体会，那在我的那一篇这个文章里面呢。我特别呢，就是写了这个我的那个老师对我的那个影响，但不止他一位老师，这个很多位的这个对我影响很深的这个老师，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呢，那就是我的学生了啊，那我现在我也是变成了老师。那我在这里，在那个理工学院教书三十多年，我大概有三十几位这个博士生，那然后呢，这个我的那个三十几位的博士生之中，其中有十三位，这个包括这个博士有几位博士后怎么样啊？有十三位呢，他们也当了教授。那然后呢，这个包括我有我这个这个有一位学生非常有成就，他已经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教授，那我有很多学生，实际上那个成就都在我之上，这个结果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虽然说是那个一事无成，这个两鬓斑这个。这个是指我自己，但是真的真正的有成就了，还是在我的学生的，因为我的学生呢，说是那个他们的，他们的就说是那个，这个能力也比我强，这个他们，那然后他们的这个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那个事业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是那个我觉得我的老师对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家人一样那我觉得我对我的学生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等于说是我的大家庭是我的子女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成就呢就说是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令我的是那个非常那个心这个心会的这个
这个事情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回到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回到那个中国人那个尊师重道的那个中国人有这么样的那个传统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学问呢这个可以这么样的传下去怎么样啊。那然后呢回到这个年轻人呢那我也觉得说是那个成功的因素了啊。据我的观察呢有三件事情啊。第一就是说是那个你的才华啊，就是外国人讲的那个 talent 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志啊，外国人讲的说是那个 motivation 你也没有这个推动力怎么样那第三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发展啊，这个说是那个这个有机会给你发展发挥你的那个才华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个有才有志的人呢断了很多这个啊，这个那个中国人这个这个说是那个传统文化传统非常之好啊。在美国的话呢我觉得说是那个他那个给你发展的那个机会啊，就是在目前来讲我觉得全世界还没有别的地方会比得上啊。这个是包括这个很先进的地方，就是包括那个欧洲啊，包括日本啊怎么样啊。这个我还不讲指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我都不谈这个啊。据我所知道这个全世界啊，在今天啊，虽然今天说是那个经济的情况不太好怎么样，一个人如果想创业的话呢美国还是那个最好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能够有来到美国还出生在美国怎么样啊，就说是那个它是第三个方面的条件呢是那个最好的啊。那然后呢所以那么多人啊，就说是那个能够呢就是把他的那个事业呢可以创造那个出来，他的那个才华呢可以得到这个发挥怎么样